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地图啊，这个地图呢叫富人、穷人、平民，对吧？还有一个神呢，这个地图呢就是有神的存在，对吧？我这样说的话呢，肯定有很多粉丝听不太懂啊。然后你们看卫星就看得到，卫星上面呢，我一个人在最上面，我最上面那个地方呢是富人的位置，然后中间两个人呢是平民的位置，对吧？下面呢有四个人是穷人的位置啊，我这里是富人，对吧？只有一个人。然后呢这个卫星上面呢总共有七个人，你看总共有七个人，对吧？本来一局游戏呢是 有里面有八个人的，但是七个人少了一个人，对吧？还一个人哪去了呢？还一个人呢就是神。为什么叫他叫神呢？这个地图有一点好玩啊，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神呢他在天上，对吧？我们是看不见也打不着，而且那个神呢他可以造东西，可以造箱子啊，可以造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他就在上面搅局的，对吧？你看这个淡蓝色就是神，然后他造了一个犀牛坦克出来啊。你们在卫星可以看得到淡蓝色在哪里吗？看不到，对吧？但是为什么有个淡蓝色的坦克呢？他就是神，然后他出了一个坦克在下面，不知道在干什么啊。我们这个位置只有一个人呢，我们就不着急进攻，对吧？我们先发展一下啊。这个下面有四个人，他们是穷人，中间是平民，我是富人。这个当然是有个坦克啊，我家里一出来呢送了两个巨炮，这两个巨炮是帮我防守的，对吧？还送了一波伞兵啊。然后这个小红去偷别人了，我们造三个牛就行了，不要造多了牛，造三个牛就准备出坦克。然后坦克一出来呢，先把这个神，你看这个神自己给自己造个箱子，然后他用坦克捡，对吧？先把他这个坦克给他打掉，哎，打掉他，不要让他出来乱搞事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早一点出高科技啊，出高科技造那个铁木装置，没有铁木的话不太好进攻，因为我只有一个人。然后我们要打的话呢，就只能先打中间的平民啊。然后赶快出一个雷达，出个雷达呢，准备造高科技出铁木。然后我们家里呢是没有油田的，这个家里有一点彩色矿，等一下彩色矿采完了经济也不好，对吧？这个神呢肯定不会帮我，如果这个神呢给我家里多刷几个箱子，他可以控制的，他可以帮我家里刷箱子，多刷几个箱子呢我就有钱。但是这个神呢他肯定不会帮我呀，我是富人，对吧？他要帮也是帮穷人。然后我们直接拐过来，拐过来呢先把这个小蓝带走啊，这个小蓝啊，把这个小紫带走啊，这个小蓝，你看这个神造了一个自爆卡车，对吧？直接把我坦克给炸伤了。然后我们赶快下来把这两个油田给他抢过来啊，哎，把这两个油田抢过来，对吧？然后赶快用这个伞兵先把紫色带走，因为我家里的矿马上采光了，没什么钱。等一下这片矿呢我们要守住啊，然后在家里出一个高科技，准备造个铁木装置。这个紫色呢肯定守不住，你看那个淡蓝色，淡蓝色是神，对吧？他在紫色家里造了个油田给这个紫色，结果这个紫色呢他不占，他去打。这个神给你的恩赐你为什么不占呢？不占我来占，对吧？我准备造一个工程师把这个油田占了，哎，直接出个兵连，出个工程师，感谢神的馈赠。哎呀，这个神过分了，对吧？人家不占你给我占嘛，他直接造个自爆卡车，造个自爆卡车直接给这个油田炸爆了，对吧？这个神肯定是记恨我，因为开局我打了他的坦克。然后呢我们就准备打这个粉色了，但是我这个坦克呢很多很多都是冒烟的，我们修理一下啊，哎，先把这个坦克修理一下，不着急。这个下面还有四个人啊，这四个人是一组的，他们是穷人，他们这个位置比较穷，但是他们人多，对吧？这个粉色坦克挺多的，你看粉色的坦克跟我差不多，我这个坦克都冒烟，先修理一下。然后呢我们在下面呢再出一个矿场啊，这样我们就有两片矿了。而且呢我们也不着急，我们有铁木，等这个铁木装置，对吧？铁木装置好了再进攻。你看这个神，这个淡蓝色他是神，对吧？他又出了一个防空车，出了一个防空车，等一下他自己给自己造箱子，等一下他会升个三星防空车，赶快把他防空车打掉，打掉他，然后出一个矿场啊。现在两片矿了，这个橙黄色一直在下面打字说，他说拼发展发展不过呀，发展不过，你们不是有四个人吗？不是还有神吗？你们祈求神帮你就行了呀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赶快冲过来，先打这个粉色啊。粉色呢
他的坦克跟我差不多，但是我有铁木呀，我把坦克白虎队形套上铁木，哎，套上铁木直接冲过来，冲过来以后呢，这个粉色就守不住了，直接打掉重攻，打掉基地，然后小红也来打他，对吧？哎，这个粉色直接投降，投降以后呢，只剩下下面四个穷人了。哎呦，这个蓝色，这个蓝色居然把我核电厂投了，没事，我们再造一个核电厂啊。结果这个神呢，一看我没有电，我在造核电厂，他直接呢就造了一个闪电风暴，你看，他造了一个小闪电风暴，把我的高科技给炸掉了，对吧？哎呀，这下核电厂还造不了，只能造小电厂了。这个神过分了，一直整我干什么呢？难道是因为我长得帅，一直整我？然后我们把坦克修理一下，修理一下呢，准备把这四个穷人给他带走了。然后这个蓝色一直在上面打字，对吧？他说我偷了一个电厂，给他的队友炫耀一下啊，他刚才偷了我的核电厂。他们这个位置呢比较穷，就是人多。然后小红就打字了啊，他说这个不是神一块地吗？为什么没有神呢？神呢？神哪去了呢？他们一直在上面呼叫那个神，对吧？那个神一直在给我家放闪电呢，你没看到吗？其实那个神呢、啊、没必要打我，对吧？他只要帮这些穷人就行了。然后那个淡蓝色就打字了，他说你们没有看见吗？我在后面整绿色呀，我在给大家放闪电呢、啊。你这个神呢、啊、不太行，对吧？那么下一盘呢，我就想玩一下那个神了。这些穷人都怪那个神，他说这个神为什么不来帮他？这个不是神一块地吗？为什么没看到神呢？那个神一直在后面整我呀，他没有帮你们，他在整我。然后给坦克套上铁木，套上铁木呢，直接把他们的小飞熊全部吃掉，对吧？哎，我这个坦克套了铁木，他就守不住了啊。守不住以后呢，先把坦克吃掉，不着急打基地，先打掉坦克，打掉坦克，然后想打什么就打什么，对吧？先消灭他们这个反抗能力，然后冲过来打掉电厂，打掉基地。这个四个穷人呢就守不住了，所以说这个地图呢比较偏娱乐性啊，这个要看神，神帮谁谁就赢，对吧？但是这个神呢感觉不太行了，下一盘我们就准备做一把神了，然后把他们全部带走，对吧？第二盘呢我们就是神了啊，神了以后你看我可以造东西，对吧？我是在天上的，我死不掉。然后这个小红就打了一个字，为什么这么穷？那个小红说为什么这么穷，因为你下面四个位置是穷人，对吧？你看我这里还能造什么？可以造基地，可以造苏军基地。那么我们是神，肯定要做好一点，对吧？谁说穷啊？红色说穷，对吧？红色说穷，来，给你了一个油田，对吧？给你一个油田，赶快占领，看看还能造什么？还能造犀牛，再造个油田给这个红色。他一直说穷，对吧？说穷的话，那神肯定要帮一下你。我们就帮穷人啊，不要帮富人，对吧？富人在最上面。然后呢我们再造个油田给这个小红，你看小红打了一个字，对吧？他说谢谢神，谢谢谢谢神的馈赠，对吧？哎，我们再给你一个啊。所以说这个神呢想让谁赢谁就会赢啊。哎，我就再给你造个油田，对吧？这个油田是蓝色的，我就是蓝色，对吧？你赶快占领，你看他又出了一个六人占领，对吧？然后还可以造什么呢？还可以造什么箱子？神赐予你箱子，哎，你想去偷人家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赶快过来，对吧？劝回来，哎，你不要去偷人家，来，神给你一个箱子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再给你一个箱子，给陈猫猫一个箱子，你看小红生了个三仙，再给小绿一个箱子，感谢神的馈赠，对吧？哎，谁说穷？谁说穷，我就给谁箱子。然后再给他一个、啊、看看他们能捡到什么东西，反正这个箱子呢造起来老快了，哎，疯狂给你们造，你们赶快捡，看看能不能捡到几个钱，对吧？这下你们这四个穷人就不会穷了，对吧？然后再给他们一个箱子、啊、看看还能造什么，还能造什么闪电风暴，神赐予你钱，还可以造钱了、啊，这个钱没什么意思，干脆造箱子，给这个淡蓝色平民也来一个，对吧？哎，平民也来几个箱子。这个淡蓝色呢，我进游戏的时候呢，好像这个淡蓝色是我的粉丝啊。然后那个红色打了一个字，尽量一块捡箱子，没必要，对吧？多得很。再给这个富人来一个，给他一个啊。这个富人地方钱比较多，不要给多了，就给他一个，多给这个穷人跟平民。然后还能造什么呢？还能造一个什么核弹呢、啊？好像是个核弹吧。哎，然后再造个箱子，给这个紫色也来几个。你看，紫色升了个一星，然后再给他升个星，对吧？
再赐你一个钱啊，哎，给你一个钱箱子，赶快捡，这下你们就不穷了。所以说这个地图呢，我感觉最爽的位置啊，就是我这个位置，对吧？我们是神，他们在中间打，我看谁不爽呢，我就给谁几个箱子，给几个钱，他们就比较生气，对吧？这个夫人呢，也给他来一个啊，不要给多了，再给他来一个，给他来一个闪电风暴。你看，我刚才造错了，造了个闪电风暴给他。然后还能造什么？我们等一下仔细研究一下。这个红红的建筑我也不知道。先给他们几个箱子，你看小红坦克吃了火力，对吧？这个大哥大一万，我有7500一共，还有一个自爆卡车，我造这个啊，这个是最贵的，这个东西应该是个核弹，对吧？大一万。等一下我们直接造一个核弹出来啊。这一盘呢我给了他们很多东西，但是他们一直不打，对吧？我这个神帮你们这些穷人，你们一直不打，在这里看戏。那么我就想帮我的粉丝了，因为进游戏之前呢，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名字啊，那个淡蓝色的名字呢好像是我的粉丝，对吧？是我的粉丝，既然你们不打，帮了你们这么多，你们不打的话，我就准备帮我的粉丝了。粉丝是淡蓝色，等一下帮他看看还能造什么，还能造个天启坦克，我们再造一个天启坦克出来呀。然后这个紫色呢就守不住了，对吧？这个紫色我给他的东西比较少，呵呵，他就守不住了啊。然后我们造个天启坦克出来，再造一个核弹。然后这个淡蓝色，你看淡蓝色直接派了一个直升飞机过来，对吧？他想干什么？想偷基地车。但是你这你看死在腹中，对吧？这个直升飞机怎么能偷得到呢？你还不如坐防空车，因为防空车走得快，对吧？飞机太慢了。然后赶快给这个，这是天启坦克，天启坦克看看打谁的，干脆帮粉丝，对吧？你看淡蓝色是我的粉丝，他直接冲下来，冲下来准备打这个穷人。然后我们造个天启，哎，打这个穷人。本来开局我帮你们，你们不打架，我在上面干瞪眼，对吧？然后再给你造个核弹，造了一个大一万，造的那个中间，看到没有？然后他们打爆了这个箱子，核弹砰的一声，哎呀，直接把小红给炸飞了。小红开局我给了他很多东西啊，给了他两个油田，给了他很多箱子，他不打。然后那个红色被我炸了一下，他就打粉色，他就打字，对吧？他说粉色，粉色干嘛？粉色是你的队友啊。然后给这个粉丝箱子啊，我这个淡蓝色是我的粉丝，对吧？来，赶快捡，多给你几个箱子。然后红色打了一个字，他说粉色哪里来的核弹？这不是粉色放的核弹，是08的神放的核弹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红色被谁炸了他都分不清楚。然后赶快再给他箱子啊，给我的队友箱子，对，你赶快打。你看我的队友，我给他东西他会打，其他人给他东西他不打，一直在家里发展，我在上面干瞪眼，对吧？哎，谁打我就给谁。然后给这个淡蓝色箱子，边打边给，你看他的坦克又全部升了星，看到没有？升了星他又捡那个基地，来淡蓝色继续捡箱子，对吧？疯狂的给你钱。所以说神帮谁谁就赢了，所以这个地图呢玩我这个位置是最爽的，玩其他位置呢比较难受，万一你打出优势那个神不帮你的话你就很难受啊。然后直接你看又给他坦克升三星，哎，你边打边捡，看到没有？边打边捡。然后这个四个穷人就全部被这个淡蓝色给带走了啊，带走了以后呢，现在只剩下平民两个人，那个紫色跟淡蓝色是一对的，他们两个人是平民，对吧？现在就剩个富人了，就剩个富人。那个富人在家里呢出了两个超级武器，你看到没有？一个闪电风暴，一个超时空。这个富人这个位置发展的比较好哦，他两个超级武器，而且家门口呢还送了两个巨炮，对吧？先不着急，你们打不进去了，有我，对吧？有我这个神在这里，不要慌。然后再给淡蓝色造个油田，来淡蓝色给你一个油田，赶快拿了。然后这个小黄呢，他出了一个间谍，对吧？他这个间谍来偷东西了，来偷钱了，他偷了这个粉丝的钱啊。这个粉丝有钱的，我给了他好多箱子啊，他直接过来偷钱。这个淡蓝色是不是粉丝的？我们看一下看，别等一下给错了。你看淡蓝色是我的粉丝，对吧？是我的粉丝，我们就继续帮他啊，因为我开局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名字，所以说我特意看一下，别给错了。然后再给你造个油田，对吧？造个油田你倒是站呀，你为什么不站呢？然后他们都在家里摆队形，都不敢冲。你看主要那个富人那个位置啊，他那个防守太好了啊，他有很多巨炮，很多这个坦克，还有这个大兵，对吧？
然后这个小黄呢，超时空好了，他开始造光灵了，看到没有？造光灵准备来个超时空。哎，既然你们不敢上，我直接给你来一个大一万，砰的一声，哦吼，直接给炸残废了。你看，这下你们可以上了呀，还等什么？赶快给你箱子，赶快上，对吧？哎，有神帮你。然后这个小黄呢，超时空刚刚摆了几个光灵没有用，就直接没了。哎呦，他还能造特种兵，应该是偷的高科技啊。但是能造特种兵也没用了。你这个人家家里还有很多地堡，那个特种兵比较怕地堡，对吧？只要这个小黄，你看他被我的核弹炸了一下，瞬间就守不住，然后我这个淡蓝色粉丝的就冲进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他的坦克全部是带火力升一星的，给了他很多箱子，而且他也非常有钱，然后这个小黄呢就守不住了。所以说呢，神帮谁神就赢，对吧？要感谢神的馈赠，然后直接继续给他箱子，直接带走啊。